现在正是玫瑰缤纷绽放的时候了，也就是前期开得最好的时候。大家好，我是 Erin。 有人说没有听到 Erin 的声音觉得非常的寂寞，还是希望我露脸。好，那今天就露脸一下，大概拍摄一下现在花开的一个状况吧。现在所看到这个是很多品种栽种在一起所呈现出来的缤纷感整个视觉上是否不一样呢？现在所看到这个是马内，马内是非常大型的玫瑰这个马内是2018年所栽种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有5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是形成一个树形了。而现在你所看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停车场所改造的秘密花园我栽种了非常多的玫瑰品种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缤纷感是整体上正式花开的时候，所以你看起来非常多颜色吧。是的，现在开的正式时候，也就是前期这些品种开的正好的时候。而今天呢，会有两位嘉宾来访，到时候有机会我拍摄介绍给大家看一下会是谁呢，我们期待吧。现在我随着一些镜头拍摄一些场景还有一些品种让大家看一下吧。一年只有一次的美丽盛开 Erin 通常都是春天赏花之后全部都是玫瑰造物的时候了，所以你们能看到我拍摄这些美丽的镜头也是只有春天的时候。我大概随着镜头转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家后面的一个场景，通常很少看到我做个拍摄，这个方面都是朝向邻居花开。而画面上你们所看到这两款玫瑰是 Strawberry Eyes 跟 Evelyn 这一款英国玫瑰。这个场景现在所看到就是马内占大部分，还有英国玫瑰里头我栽种的其他的品种还有就是铁线莲，铁线莲就是百万葱这个品种，它整个花开性是非常好的，所以百万葱这个铁线莲我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种植看看。现在正盛开的时候，场景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缤纷吧。可是你们看到风大话，你看整个枝条已经断掉了。非常可惜，可惜的这个马内。好，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粉红色的是日本玫瑰，也就是春夏哈鲁嘎斯米。哈鲁嘎斯米这一款的话，就是10年以上的品种了，它成为一个树形的，非常漂亮。你所看到就是后面的一个部分，其实它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玫瑰，一株玫瑰。趁今天车子不在的时候，我把镜头拉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能地植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有些地方我是填土给栽种的，而且混合了很多品种的玫瑰一起做个栽种。其实这样子有好也有坏。我的龙沙宝石自从砍掉之后，你看我栽种了其他的品种，露出的这些阳光之下，你看这一些玫瑰长得非常的旺盛，非常的大了。那一株是法国玫瑰，也就是帕多纳。这一款的花开性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健壮。你看它的色系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但是你看呢，它是盆植，因为是盆植的关系，哪一天我出门去了，过了一夜。隔天是高温，高温之下回到家里一看，整个完蛋了。你看吧，整个花儿开得好好的，整个萎缩，整个变焦了。而这一款气花品种也是开得非常的漂亮。那一天高温，我也是因为忙碌不在家，所以回到家里整个完全不行了。所以高温是不能缺水的，在花期一定要好好的浇水吧。好吧，现在我们回到现场来看一下目前的花况吧。因为自己的忙碌，高温没有浇水，花儿变焦变弱，整个花开不好，而且风大，整个枝条吹断了。不过漂亮的花儿还是会有的。很多人认为
盆菊它的花开性还有整体上的健壮度不怎么好，这是我常见到的一些花友所问的问题。其实你们看这些盆菊来说也还好，并非大家所想象的盆菊很难栽种。其实只要你抓住一些技巧的话，我相信你们栽种的过程都是非常的顺心顺利才是。通常玫瑰花期开得最旺盛的就是爬藤玫瑰了，这些都是最早花开的品种。而爬藤玫瑰漂亮也是在于春天而已，花量都是初期的多。我们现在所看到是玄关的部分，就是玛格丽特王妃，还有就是朦胧朱蒂。一株玫瑰盆菊也可以长得非常的大，这是一株所拉出来的茎。还有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蓝雨吧，蓝雨是非常漂亮的一款法德国玫瑰，德国玫瑰这款非常的漂亮，我个人上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它在春天花开量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漂亮，但是它的黑心病相对也是有的。我们现在进入小巷子来看一下其他的景吧。这条小巷子它的日照真的是不充足，一天才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更糟的时候也是有。通常这些帕特玫瑰能开出几朵花来，自己看了也非常的高兴了。显然栽种玫瑰真的是要有充分的日照才行的，你也才能见到花量。所以看看我先前所拍的那一区所出现的花量跟这儿的花量是不是差别很大呢？是的，随着日照的多寡，出现的花量就有多少。这儿呢一天能有半日照，至少有三四个小时，你看这些花量多多少少就出现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在的话入场的是谁？江江，现在入场的话是我的恩师轩轩，也就是带我进入玫瑰界的恩师哦，没关系。好，那他看到还有谁呢？也就是我们台湾有名的 YouTube 也缺 ，Hello， 来讲些话吧。大家好，我是爱种花怡恩，对，是非常有名的怡恩哈。就是我们植物这方面非常的专业有研究的专家。好，这是萱萱，嗨，没关系，有时候有 NG 的时候这个才可爱，对吧？好，那接下来就是宇恩，拍摄他自己一个专题，然后我随性这个拍摄。好，那我来开个开头。哦，行。大家好，我是 Erin。哦，这个需要吗？不用，那就可以再讲他手机。OK， 好，大家好，我是 Erin。我相信有些人在视频上曾经有见过我吧？对，我是坚持的。那我们就开始喽。开始喽。来，我们现在来看的镜头的话，现在刚刚稍微小入镜了一下哦，我看一下现在怡恩在做个拍摄，还有就是有名的萱萱玫瑰玩家，也就是因为他带我进入玫瑰界的，我才开始玩玫瑰的哦。他的玫瑰的资历，萱萱玫瑰资历有几年呢？我不想哎，28年，30年，差不多快30年，30年。萱萱的玫瑰资历有30年了，你看我才19年的历史而已，这个真的差很多了。所以玩玫真的就是需要耐心哦，好好的雕塑这些玫瑰。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话，来，我跟你们说，这一株就是Julia， 是英国玫瑰，但是它灌木性的话，灌木它开花性非常的好。它改良成帕特玫瑰的话，它的开花性非常的差。你知道我种了几年才开始开花吗？6年。有人愿意等6年吗？没有吧？是的。很可爱哈，对，那个就是哈鲁加斯米春夏。
那个是朦胧朱迪，它花开性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不耐久，它大概就是两三天之后开始掉花瓣，它非常的漂亮，是，是是是。南屿，是的，好，我们现在就来访问一下宜恩吧。宜恩应该很少去日本的家庭拍摄这样子的画面，我想听看看宜恩他对日本家庭这一方面的栽种还有设计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感想。好，我们请宜恩解说一下吧。嗨，大家好，我是爱中华宜恩。那是我在日本已经住了一年多，快两年了。那是我觉得啦，日本人对于花的这个美感比台湾人说实话强蛮多的。他们会把花当作不是只有盆花，因为台湾比较常种在盆花，他们会跟房子还有环境做一体的搭配。我觉得这点差蛮多的，一个人来讲话。哦，这样子就是我最想要的答案了，因为我很想问一下台湾人看过日本的庭院之后他的感想是怎么样。好，接下来我们最后就是做个结尾了。好，请我的好友萱萱入场吧。萱萱，我们台湾的这个，对，我们台湾是，你们只要的话，以前玩部落格的人一定知道，萱萱的话就是我们玫瑰的女王，也就是达人。好，我们最后请萱萱说一句结尾吧。没有，我实在是太少话了。对，我们的萱萱非常的害羞。好，接下来的话，我会把这一些啊，宜恩的就是视频，还有萱萱的视频贴在我的视频的下方，你们可以点阅参考一下他们的整体上的视频，都拍得非常的好。好，我们今天的话拍摄到此为止，我们期待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耶。长的枝条已经很长了，我没办法去拉了，你觉得要该怎么办？我有想过说把它锯掉，然后也有想过说把它拉到这儿来，但是拉到这儿来的话整个这边会挡住。对啊，是啊，所以很烦恼，我到底要不要锯掉，还是送到妈妈保留就好了。好烦恼啊。哪一颗？哎，那一株我不晓得，因为500块买下来的，他没有写名字。因为他最后的嘛，他就是随便卖的嘛，500块买回来的。都去哪里买的？